前两天来了好多警察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帮你还。我的钱不够还有我妈呢。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不让你走。别闹了，让开好吗？司马写信告诉我你的事情，我天天为你担心，我天天守在这儿等你。我妈要把这儿租出去，我就拿菜刀把那些房客都撵走，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回来的。我等啊。 盼啊盼啊，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我不会轻易让你走。我想去哪是我的自由，你没有权利干涉我。我有权利，因为我爱你。